这小子刚才动了动，也不是回光返照吗？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你可不能死啊！我留着你还有大用处。哎，是谁送你来的？怎么也不来看看？ 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查房的。别耽误我的好事儿，出去。 你走，可你要把魏探长给放了。好，那往后退。退！往后退！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不下来开枪啊？我是为了你的安全。我是安全了，可是让他跑了呀。跑就跑了，咱们以后可以再抓。方信涵已经被送进医院抢救了，医生说他是脑震荡，没有大碍。那就好，否则的话，怎么向赵仓司令长官交代呢？ 进来呀！人呢？在这儿呢。人还没来呢。不急，方希涵现在也在医院里了。他来医院了。你不能再去看玉锁。没想到。 住到了寓所，那会不会是他们故意安排的呢？是我安排的寓所，当时房间里没有病人。太巧了，我会再想办法的。那我等你消息，我先回家等婷婷。 清楚，这就是我的山本君。我已经把罗婷婷给抓住，我会用她来换回雷汉。眼镜蛇，你一定会和山本老鬼子一样的，你们都没有好下场。我的玉锁哥哥一定会把你们吓死的。是吗？ 我现在巴不得他来找我。雷大哥，哎，你来了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来来，坐。哎，喝水。昨夜，如燕阿姨平安无事。 他意外的发现了罗星泉和玉锁同住在一个病房里。这么巧，嗯。雷大哥，接下来啊，咱们这么做好不好？大哥，胡三那小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没回来？对啊，那他去哪儿了呢？我右眼皮一直跳，大哥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没事。
我把你送到英杰家藏起来，陆阳阿姨，放心吧，英杰对付青梅子绰绰有余。走，你别过来。你是谁？是人还是鬼？ 你小子现在醒了，老子也把你抓住。别过！ 你说的什么话呀？那你又是为了谁呢？你去吧，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。我这就去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
废话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！你害怕了？谁不害怕？谁是小舅子？等一会儿他进来，你就把他给我拿下。我一个人呢。哎呀，我不是在后面给你撑着呢吗？我不用后面撑，你身先士卒，让我学学。少他妈废话。这里的全体加强警戒。哎，日本太君，是太君，是太君。吓我一跳，快去把门打开去。是。太君，我们。我遇到鬼了。鬼？鬼呀！啊！有鬼啊！鬼！局座，是怎么回事？有
鬼！哎呀，孩子哭。山的当，他们这是浑水摸鱼，趁机救走了雷玉锁。金馆长，我看咱们还是全城见血的吧。马后炮。什么叫马后炮？亡羊补牢，犹未晚矣。罗局座，您就别咬文嚼字了。人在你眼皮底下都让他溜走了，还亡什么羊，补什么牢？你，金馆长，你还是批准我，让我回去睡觉吧。怎么？跟我们罗大局长这么合作，怎么累死的都不知道。儿子，怎么样？能坚持住吗？我没事吧？在病房的时候，我已经认出罗兴全了，但是我没有力气对付他。没关系，等你养好伤再收拾他，也不晚。爸，婷婷呢？婷婷，她怎么了？出事了，爸，你说呀。婷婷她十有八九是被绑架。被绑架了？被谁绑架了？眼下还不知道。那快去找啊！是要找，我不是得先把你安置好吗？好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医生，这一点我是非常自信的。可惜的是，你不会看到那一天。等我把我想干的事情都干完，
第一个杀了我，要用你的命来祭奠我的山盟。女儿啊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婷婷，我一定找到你，咱们一家人很快就要团聚了。吓得尿裤子了。嗯，说什么呢你？滚！是，回来。上哪儿去？您不是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就给我站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啊！哎，
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。他应该是在我身边的，怎么会离开了这么长时间？再就是，您是说魏？在医院里，以他的能力和机敏，就算装鬼的人抓不住，但雷玉锁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被人给救走了。我也怀疑他，他好像很忙碌，但一无所获。立刻带人去他的家。什么人袭击了你？不是人，是鬼。是鬼？是鬼，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鬼。
上永远不故乡，抬头望那雁南飞，对对排成行，当向晚的暮色笼罩炊烟升起，这弯弯黄水滩是我的故乡。蓝蓝的晴空下来了东洋浪，烧光了我村庄，杀死我爹娘，当苍茫的大地不见炊烟升起，快扛起那土猎枪，杀敌保家乡，向前冲，消灭那东洋豺狼，不怕他枪炮凶，血染成红，男儿应忠为心，岂无此生，报国心为江山，百炼成钟。蓝蓝的晴空下来了东洋浪，烧光了我村庄，杀死我爹娘，当苍茫的大地不见炊烟升起。